安安，大家好。会关无？好好，袂关举手。啊，会关举手。我嘛算会关的啦。啊，袂关，加急，关到四四尊哦。明仔日搁较冷，我先甲恁讲。明仔日搁较冷。听讲这个冷要冷一个月。恁来遮是啥物事？恁知无？你唔知道来遮创啥呢吼？啊，来遮是创啥？你拢唔知啊吼？哎，我刚有听讲，去遐去艰苦三工，讲会做官，足侪人安尼来，很奇怪呢吼。台湾人举手，你是台湾人举手？你是台湾？你听不懂啊？那个台语听有无？有哈？台语拢听有对不对？台语听不懂吗？听得懂 ，OK， 啊，听得懂都爱举手啊，啊，我都搞不清楚，你是台湾人，我若讲你甲我骗，你要相信无？你讲你台湾人吗？啊，你证明我看，讲你台湾人，你要哪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去告过啊？你讲我是台湾人，你要哪证明讲你是台湾人？要哪证明你台湾人？你唔知啊？好奇怪呢！你要哪证明你是台湾人？我也要讲台语，我住伫台湾，所以我台湾人。No， 马英九嘛住伫台湾，啊，伊嘛也要讲几句话台语呢，但是伊唔是台湾人啊。啊，你什么人？你讲我哪跟你讲哦？你要证明你是台湾人，你要去证件我看啦。对不对？敢那搬落去，警察给你抓落来。哎，你有行车执照无？你有驾驶执照？摕出来我看，就是要证明讲你的身份嘛，对不对？你去看病，人讲你有迄个啊，做健保卡无？证明我看，你的身份证是唔是这张？身份证来，是不是？是这张的举手。是这张，看清楚呢，是这张的举手。哎呀，我跟你讲哦，台湾人就是安尼啦，话拢无要听清楚啦。我讲是这张的举手，当中举。这明明是查某的，你查甫的呢？啊，查甫的，人家登他门呢。所以，咱台湾哦，有很多的事情在这个社会内底哦。好，这个语言哈，尤其是这个北京语哈，骗人拢戆戆戆的。好，来，我再问你，台湾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较慢点，较慢点，你莫急，我会跟你问。无参加的举手，无参加，没有参加的，拢爱举啦，你一定爱举啦，你若无举，你无举，巴肚疼，我先跟你讲。哦，这无参加的对不对？啊，有参加的举手，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啊，唔知的举手。好，来，有老爸老母的举手，过身的嘛无要紧，拢有啦吼、哦。好，你的老爸老母捌甲你讲，以前日本时代，阮拢咧走空袭，有无？什么叫走空袭啦？嗨，我跟你们讲有无？你讲有就好啦，卖讲太无。啊，你空袭总爱栽培啊，人家你轰炸，你无栽培无是咩啦？对不对？好来，人家你轰炸，啊，你有参加战争无？你讲有无？有无？全世界敢那台湾人唔知影家己讲有参加第二次世界战争，有啊无啦？你看他都一半，人家就讲无咧。你讲台湾人有可怜无？明明台湾人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到今日在座吼，看起来年纪，甲我实在是不相上下。哎，佫唔知影讲你有参加战争啊无？那我佫问你咧，战争会死人无？会无？会嘛吼？啊，战争若死去啊，要安怎？这简单的问题，你拢答袂出来。战争死去安那边啊？啊，等于台嘛，对不对？啊，但是战争就是为国家建设的嘛。
啊，国家就要安怎？爱甲你将你的英灵啊，爱甲你奉祀嘛，对不对？中国人用中立词啦，啊，台湾人用啥？哦，你好，你都唔知呢。台湾人用啥物？日本的靖国神社啦。日本人将台湾人建军死的39,100名，拢总甲供奉伫日本的东京的靖国神社内底，39,100名。捌去的举手，恁看恁偌无情就好。这39,100个替咱死的呢，保护台湾死的呢，遐中国人无保护台湾，是保护因中国。啊，死去用中立词，台湾人823炮战替中国人死以后，敢有放伫中立词？无呢，台湾人死死就好啊，因中国人就是安尼。咱台湾人死去，日本人规规矩矩，甲你放伫中立，迄、那个日本的靖国神社，每一个。摆迄个新主摆啊，甲你写个清清楚楚。这个人是叫什么名？几年几月贵姓？足清楚的。逐天甲你拜，享受香火。啊，你唔爱去甲拜，所以台湾面哪会好？哦，水，这个理由真水。啊，你即马知影对不对？有时间爱去甲拜啦，我无甲你骗啦。你若有去甲拜？去年你就很平安的啦，东京免烦恼，民政府一年有举行一摆，12月20日咱就要出来，咱就这边160个人，咱已经第四年啊，每一年咱就两摆，一摆是8月15日，啊，另外一摆是这个12月20日去甲拜，袂赴啊，啊嘛客满啊，后摆。咱的公婆会甲恁讲，咱要去拜的时阵，咱是用什么名义？用台湾民政府的官员。恁即马是初级班啊，恁还未到迄个资格。恁在高级班以后啊，大家都爱穿西装黑色的、白色的靴子，查某的裙还是裤拢会使。迄个的标准最好。美国。甲咱讲训练4天的，即等下再来讲。来，美国美日到甲你轰炸有无？日本时代啦。啊，所以伫迄个时阵，美国人是咱台湾人的朋友，对不对？啊，不是啥？敌人呐，对不对？哎，含这款，你若有怀疑呢吼？人甲你轰炸，啊，伊是你的啥？敌人呐。这有问题不？谁轰炸你，他是你的敌人。安尼，你有了解不？好，美国跟中华民国是同盟国，对不对？对不对？同盟国啦，你提来，你让我查，去小学的时候就读过呀嘛，对不对？好，美国呐是咱台湾人迄当阵的敌人，啊，中华民国是啥？嘛是敌人啊！你哪讲？是唔敢讲呢，即马想讲你奇怪，捌做过中华民国兵举手，你想讲我唔敢去安尼？我甲你讲，你哪有可能去替敌人做兵？所以你的头壳内底应该有一个疑问呐，是安怎？咱就去替中华民国做兵，明明伊是咱的敌人，为什么我们去他帮他当兵？答案出来。因为中华民国是占领台湾、统治台湾、征服台湾，理由就是安尼啊。但是真正轰炸台湾的是什么人？美国啊！那一只美国轰炸咱，啊！你中华民国，荷兰，你想讲荷兰，因为咱是日本人呢，荷兰给拍到四川去啊，剩一个毁灭，无投降尔尔，哎。啊！伊是建书的建县讲咧，啊！怎么中华民国走来台湾？所以你的头壳若较清楚的，你就知影讲吼，
这历史一定有问题，有错误的地方啦。果然无错，战争以后签一个叫做《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规定，美国是台湾的主要的占领权国。来，中华民国课本甲咱写讲，战争以后，日本向中华民国投降，对不对？你才很奇怪呢，对不对？哦，对啊。啊，这对不对？不对啊。什么不对？我给你看相片。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有相片给你作证。投降典礼，你有看吗？这是中山堂啊，那天，那当中叫做光辉堂啊。投降的时候，顶冠挂四支旗啊。挂下英国、中华民国、美国跟联迄苏联，所以日本是向什么人投降？四个国家投降，不是独独向你中华民国投降。你中华民国根本讲较歹势，就是怕输啊。美国迄两粒原子弹甲落落去，日本天龙惊一条，哇！两粒原子弹落落去，日本死四十万人嘞。啊，日本天龙讲哇嗨啊！啊！这美国唔知有几粒，佫落落去，日本就灭亡去啊！啊，干脆投降。伊若卖投降哦，其实伊美国干那迄两粒命啦，啊，就投降去啊。后来，中华民国安怎甲恁骗？伊迄个中山堂的外口搭一个迄个牌楼，你看，你这在恁读小学三年的课本封面就是这张呢。我迄当初嘛袂注意呢，你甲看这这张图，伊讲啥台湾光复，咱台湾建树对不对？台湾建啥建树？你含这都搞不清楚呢哦，台湾建树啊，台湾导航啊，啥物台湾建树？咱是日本啊。日本建树，日本天皇导航啊！日本天皇导航就是台湾导航啊！建树的人哪会叫做光复者？你敢捌听过？建树哪有光复？所以因为咱一直宣传，当时咱去告美国，起码中华民国唔敢讲台湾光复啊！所以十月二五，伫小学三年的课本提掉啊，光复节提掉啊啦！你以前细汉的时阵，捌去光复节去游行无？我捌啦，我唔知道你捌唔捌啦。好，我甲人家己啊喊啊，够颓呢。好来，伊这个机啊，你无甲注意看，你甲注意看这个相片，顶端有三支足奇怪的机啊，迄边我靠起来，你有看？第三支是什么旗？美国啊，美国国旗在那裡，你有看？什麼投降的時候頂冠要掛美國國旗？為什麼？因為不是中華民國佔領，是美國佔領，叫你自己接受投降而已啦。所以在這個牌樓裡面都掛美國旗，在最高的位置，你中华民国要挂下卡，伊是主要的占领权国。这张你看无吼？我给你看彩色的，来彩色好看。迄彩色的啦，来，迄彩色你有看无？要美国国旗你有看无？这嘛有，上顶端嘛是美国国旗。你看到这张相，你的心内你的。他家内底爱有一个思想，这个典礼绝对很奇怪，唔是咱所想的安尼。先啊，中国人来台湾，伊是用占领。我问你，中华民国来台湾的时阵，拄啊开始设两个组织，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你唔知会记得无？搁一个叫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有无？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就是什么物件你敢知？后尾啊，1947年的6月15日，伊甲改做台湾省政府，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甲后尾取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实际上伫战争法内底规定，行政长官公署其实就是台湾民政府的化身啊，英语叫做 civil government。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就是啥？就是台湾军事政府啦。这个所在投降以后，战争的时候投降，要设两个组织，一个叫做民政府，一个叫做军事政府。这叫做战争法的规定。台湾人从来不去看，不去看战争法，拢装傻唔知呀。啊！记载人骗，记载人笑。所以你也看哈，中国国民党来台湾以后，很多不公平，就是不公平。做官做较大，拢是中国人。我讲一个例，马英九，伊即卖，甲即卖哦，迄个政府甲即卖为止，迄个部长级的70%以上，拢是中国人。咱台湾人较笨蛋吗？不要读册吗 ？No， 因为战争会来滴，占领者有权利给你通知，那是因为安尼啦。所以伊给你设考试，哇，考试，关于公务人员特考有啊？迄咪叫做特考呢？迄真正叫做特考，特别考试，喜欢特别考试。35个中国人挑一个台湾人，伊足够的，伊给你设一个。一个制度讲吼，要公平，安那公平？中国有36省，一省录取一个，安尼台湾算其中的一个省，啊，所以36个内底35个中国人，啊，一个是台湾人。啊，但是你台湾，你中国人走来台湾，超150万呐，150万来考试，因录取35个，啊，咱台湾2000万录取一个。什么人较歹考？台湾人较歹考啊！所以，迄当阵，迄观众，你讲吼，嗯，你要做公务员嘛？你去参加特考，我咧讲笑话。尤其是最近台北市的竞选的时阵，有一个人讲实话，两个人啊，一个名叫做连战，一个名叫做啥？郝柏村。伊安那讲，恁家拢是。黄民的后裔，有啊，什么黄民的后裔？日本天皇的后代啦，叫做黄民的后裔啦。咱是不是日本天皇的后代？你想看嘛？你咱是不是？你干嘛是个牙齿？无要紧啦，你唔对嘛，无要紧。你干嘛是个牙齿？家己你拢知呀？你拢知呀？郝柏村甲林前拢无道歉呢，向来无道歉。人伊讲个就无唔对啊！显然是黄民日本天皇的后裔，即个为着讲，1895年4月17日签《马关条约》。《马关条约》你捌读过无？捌，小学读个对不对？啊，来我讲给你听。小学读个顺序慢一下，《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跟日本打仗，中国打败了。所以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对不对？是不是？再讲一遍，马关条约讲，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所以中国跟日本签了条约，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你若读的是安尼举手，啊唔，你读的不是安尼举手，哎呀，你无举手什么意思？未记哩啊！哦，是啊，算你搞啦吼。我若问问题吼，拢讲未记。啊，若未记，你卖甲我去讲，我不知道啊。来，我今日予你看一个《马关条约》原文，《马关条约》原文。捌读过册无？捌字无？捌字个举手。啊，有人未捌字呢？
那年轻人有没有念书？有吗？确定哦。好，来，确定哦。来看这里，我在上课哦，不是跟你开玩笑，我别跟你提醒，这字怎么写？你看，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什么人？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什么人跟什么人签的？什么人跟上？清朝的皇帝，不是清朝，你不要搞错。皇帝对皇帝，对不对？跟政府有关系吗？无关系啦，那有写，这也无写政府啊。你拢乌白道啦，我问你咧，足简单咧。你有一只车，你买一只新车，你买新车，当然这只车的主人是你嘛。有一天，恁后生甲你开你的车，去人弄掉，但系啊弄掉边啊，赔啊，对不对？啊，恁后生出来讲。你莫紧张啦，我就将这只车给卖掉，我会当赔你啦。你的后生要将这只车给卖掉，会使的无？会使无？未使。同款的道理啊。日本天皇甲清朝的皇帝签《马关条约》，甲政府无关系。啊，即马这块土地变相的，变相的，台湾。跟这个朋友变相的，讲日本就灵魂啊！我跟恁讲，恁我无要听。日本天皇啊，日本天皇跟日本是无共款。我跟你讲，看我只，我是日本天皇，这的土地拢我的，我家己我都管无，无法度。我就将这个管理的权利啊，管辖权交给。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首相去管，天皇有所有权，首相有管辖权，你听有无？这足重要的观念哦，有诶读到朴素都搞不清楚。台湾日本天皇有主权，所以这个天皇诶，这个主权是啥诶？日本天皇诶，管辖权是日本政府诶。所以战争失败以后，同盟国甲日本政府讲：“稍等下，台湾你唔免去管啊。”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你看，第二条 B， 以下啥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这个条约我要叫你看，对，这头前迄个 Japan 是代表啥？日本天皇是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啦，日本政府放弃什么物件？注意看哦，这英语注意哦，我 no 要注意哦。A L L 的后边，叫做你 A L 是复数，咱读的初中一年有啊。复数后边呐加啥 ？S 掉，啊这有加无？没有加 ，right 无加 ，right 就权利 ，title 名义。claim 主张三个都没加呢，所以你只看这个条约很多打到朴素、哦、我现在给记者说他那没加的时候说哎呦怎么都没看到，表示什么？日本政府不是隆重放弃，一定是他放弃一大部分，可是保留一部分。来哦，注意哦，你现在看这个条约，我要叫你看一个叫做1947年2月初10意大利条约的23条，这是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大利有参加，你知道他也是失败，他23条他写什么？你看意大利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你有注意伊这个放弃的物件，和日本的放弃的物件无啥共款，有无？来，搁等于看日本迄个，日本迄个放弃一个物件有啊 ？claim， 什么是 claim？ 主权国家才会有 claim，
殖民地没有 claim， 所以这个东西表示台湾是啥主权国家。都回来看意大利那个减一个表示啥，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再回来看第二条啊，台湾是日本政府的什么东西。那看这个这个两个无同款的条约啦，这就是殖民地啦，索马利亚。但是这个时阵呢，台湾是日本的什么 territory， 伊个啥，伊个领土。哎，奇怪呢，含咱读个册无同款呢。咱读个册讲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对不对？其实台湾确确实实原来是日本的日本天皇、日本政府的殖民地，但是后尾啊，日本政府给改变了。1937年4月7日，日本天皇宣布台湾实施皇民化。皇民化，什么叫做皇民化？就是你这台湾人开始学日语，一旦开始。改变你的那个姓氏、姓名，有日本名，一直到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宣布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让你台湾人可以参加政治，同时可以参加做兵。这个做兵哦，表示说我们台湾人都完全变成日本天皇的臣民啊。所以郝柏村跟连战说，你们都是皇民的后裔啊，他们说的是正确的。这不过是因为中国人来以后用不同样的教育，用错误的历史，我们叫骗去啊。所以怎么呢？你让了解，咱变成啥？咱免做兵，有做兵的野手，我嘛有啦。啊，做兵免啦，我要做起来嘞。你免啦，算啦，是不是？算了吗？算了吗？国赔哪一个国家赔？啊啦，你做兵啊啦。欢喜甘愿的哦，好啦，你欢喜甘愿的举手。啊，你无欢喜甘愿的举手。哦，啊，无欢喜甘愿安怎？爱背，要叫谁背？叫阿强啊！你给我喊。叫谁背？中华民国，伊讲我是代替来管理你，跟我有啥物关系？啊，叫谁背？美国啦，你哪拢遮老实？美国爱赔啦，因为美国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会对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你叫中华民国来代替你来占领，啊，你中华民国叫我去做兵，这不对啊。所以我们执政以后，第一行，美国爱先赔，做两年赔两年，做三年赔三年。以前我会记得那个蔡同荣啊，说是三年什么路易特那推亚民的，虽然他是过身去了啦，不能骂他啦，但我是觉得推亚民什么三年背一年，没那个事情，三年背三年，两年背两年，这样就对了。因为我们台湾民主现在美国已经跟美国说了，所以美国说我还陪你这么多、喔、但是美国也跟我说，你台湾如果要放给你台湾自己主地，你也要陪我呢，说陪美国、欸、当时美国打奥克纳瓦的时候，奥克纳瓦就是琉球啦，他也死很多人的呢，如果要放给奥克纳瓦变为日本的领土的时候，美国跟日本说，奥克纳瓦我打的时候死很多人，你要赔我钱呢，
伊嘛赔赔3亿2000万美金啦。啊，咱台湾较大，所以我先跟你讲，我甲美国讲没有问题，我赔你，你放我台湾家己管阮家己，我当然可以赔你啊。我遮大方是因为美国嘛欠咱足多的，但即摆卖讲，你即摆讲哦，伊会较拖时间，较慢来甲你还。伊爱伊欠咱啥物物件？你知毋？做兵唔对，第二点。买武器，伊讲我无卖予你台湾武器呢，我卖予中华民国呢。台湾管理法，我讲你卖予中华民国武器无唔对，啥物人立钱？你只只老神啊，你拢无立着钱哦。台湾人立钱呢，对不对？你有缴税金无？有诶，举手。啊，你有立着钱啊？我阁甲你讲。我若甲你讲，你台湾人咧做奴隶，你要相信无？要无？你会讲奇怪呢？我后壁都拢无迄个皮鞭呢。你看电影有啊？吼，迄罗马时代，拢迄、那个迄、那个主人拢摕迄皮鞭伫后壁去摔有啊？啊，你咧钢脚啊啥有啊？我讲即摆时代甲过去无同款啊！即摆时代要互你做奴隶，啊，互你欢做甲欢欢喜喜。用什么话叫做跟你做奴隶？你想看吗？你跟你讲，你讲你有做奴隶，啊，你是做什么奴隶？你敢讲？你的缴税就是奴隶嘛？你那是家己的主人，你去缴什么税金？对不对？伊吼占台湾以后，两个口号啦，让你台湾人迷迷糊糊啦。服兵役是国民应尽的义务，要求我大家拢去做。啊，无做兵的会感觉讲，外交外交，真正对国家袂起。啊，我问你是对哪一个国家不起？你台湾人不是吗？你什么时阵变成中华民国？什么时阵？你怎样举手？你想看卖啊？你的老爸老母是日本人对不对？先卖讲日本人啦。两个美国人结婚，囡仔是什么人？美国人啊，美国人跟美国人结婚，他的小孩子是美国人，对不对？啊，这你也问题啊，两个毒品啊，结婚，囡仔抓起嘛是毒品啊，嘛是美国人嘛，对不对？这有问题哦，有无？没有问题吧？好，日本人跟日本人结婚，诶，囡仔什么人？日本人对不对？我问你，你的老爸老母什么人？什么人？后来老爸老母你唔知啦，阿公阿妈什么人？日本人啊！啊，你什么人？你老爸老母日本人，后来和你讲台湾人也对啦。日本人跟日本人结婚会生台湾人，很奇怪呢，对不对？刚刚两只西结婚生囡仔，讲一只高山啊。干哪，咱台湾人发生了了呢？阿丽，我问你嘞，咱台湾人的身份，那个中华民国国籍是当时把咱偷变去，你敢有甘愿好变？有无？在1946年1月12日，公文给你看，1946年1月12号。中华民国用行政命令将台湾人集体变作中华民国国籍，这张文啊，还搁个留着，你看嘛。虽然足久啊啦吼，还未走啥物。行政院35年，就是1946年1月12日用捷。参制第01297号文宣布说，为今日开始，台湾人民为34年的1945年10月25日开始，一律恢复国籍。咱伫1895年的时阵，咱敢有中华民国国籍？无呢？
来，伫迄个时阵，台湾的地图我互你看。我讲，那在咱台湾吼，足罕的啦。你今日来在这上课以后吼，你会恍然大悟啦。这个时阵，台湾的地图是安尼啦。这阵你捌看无？捌看人家手，拢捌看。我互你看，这头一摆互你看。这边我改画呢。清朝的时阵，就是安尼。这地台湾的地图，敢那怪怪，有无？敢那胖见一半，这边胖见。哎，啊，迄是啥个？迄无看到，看袂到，迄啥物人个？高山的啦，高山族啦，高山族的啦。迄当阵的汉人、清朝的人来台湾屯垦。台湾这分做两个所在，屯垦区。这清朝嘛，足过分嘞！明明都，敢若这个屯垦区是伊的殖民地啊，殖民地全将这个殖民地挂予日本天皇，日本天皇嘛戆戆甲收起来。伊入来台湾才知影讲，哎呦，这边的这些古刷拢给他反抗，所以这有一出电影叫做。塞德克巴莱的电影有无？塞德克巴莱遐高山呐，我生活遮好势，伫山顶咧生活，你日本雄雄日本，你敢管东管西，连咪我袂当拍啦，连咪袂当啥，起来反抗。所以伫1895年，诶，即个6月17，日本天皇开始管理即个土地以后啊。原住民就高山就一直改反抗反抗反抗，经过十年，1905年，日本人挡袂住啊！伊讲来来来来，我来开一个国际会。高山这边唔是国家，是种部落，所以伊开这个国际会就是啥？要确认正平这个土地，日本人有权利。那个通知，所以开会以后，伊阁去请美国伫中国的参议啊来开会，先来请美国，因为美国迄阵甲印第安人有争执，伊将印第安人赶赶赶赶到两边海底去啊，啊有迄个记录了后，叫因来讨论讲，高山日本要怎处理，落尾决定讲哦，要甲征服。所谓的征服 conquer 就是啥？要甲拍好倒，可以来接受日本的统治啦。你叫英语来讲，是正言话叫做征服。征服来滴啊，无讲建言建书无。所以日本天皇1905年用偌久的时间？十年。到1915年，为台湾的北部甲南部隆重征服。所以迄当阵开始。1915年的时阵，台湾才有建立主权呐。以前的台湾无主权呐，主权是啥物物件？叫做 sovereignty。建立以后，伫1922年诶2月26号，有一个华盛顿的裁军协定第19条。到会全世界上强的国家，甲承认讲，台湾偏好是你日本天皇的。去当阵台湾才有主权。日本天皇为1922年开始伫台湾建设。1937年4月初一，台湾皇民化，互你改姓名，互你学日语。到1945年4月初一，明治宪法实施。问题是台湾人到即马，因为受到中国人的教育，卡卡内底转袂过来。因为中国人甲你讲啥？日本窃占台湾，奇怪呢？台湾遮尔大，是免用偷的啦。应该是日本依照《马关条约》合法的得到台湾啦。你若中华民国要将台湾摕转去，可不可以？可以。甲日本搁再建一摆，
啊，你就要见赢才有法度。你无见赢，你摕袂转去，搁添掉了嘛。但是因为这个土地，日本天皇头脑足好个，用国际法将台湾这个土地已经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哇嗨啊！安尼表示台湾这个土地永久未变作中华民国，永久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摕台湾永久失去机会啊！所以四五年前，台湾民政府这论述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伊过去拢安怎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无？这句话你即摆捌听无？捌无？四年捌听啊！啊，即摆因安怎讲？因为台湾民众去告美国2006年十月二十告，啊告赢。到2009年四月十七，高等法院判决。2009年八月七日，美国的国务院放弃抗辩权。十月七日，最高法院宣判，讲这个案，当你台湾人有4000个的时阵，会当接到正款的时阵。美国说我将这个政权来献给你，四千个台湾人，那当阵呢，他们说我很欢喜，但美国说我读一句话 ，Hey Roger， 连你都不是台湾人，你听我，我不是台湾人，我要跟他接政权没法度呢。我说，哎，哟，那当阵发言说。我的身份证是中华民国，我的护照是中华民国，啊，真正我不是台湾人嘞。啊，比如讲，我是要幸福的台湾人啊，安尼免啦，免啦。美国讲很简单，你们要先成立台湾民政府，你要成立台湾民政府的内阁跟参议会。开始做台湾公民权利法案，交予美国信，来回三摆，美国拢同意了。咱2011年开始宣布，宣布啥？台湾人开始申请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身份证我给你看，台湾的身份证你有看无？你讲这张，你有这张身份证的举手，好，袂歹。你无的举手，我跟你讲，这张身份证，我伫这个所在正式甲恁讲，因为这个月23，甲这个月27，咱伫台湾的报纸要登，正式宣布，这张身份证伫全世界开始通用。你拢点点，你敢有买啊？这张身份证好通用。你摕迄张中华民国，你看看你去国外看啥人要甲你看？你张中华民国，我讲个例，互你听。你去日本就好啦。日本换钱的时阵哦，你有当你未记咋身份证，哎，未记咋护照啊？你摕中华民国迄张身份证要甲人换钱啊？日本讲太假。但你甲讲，我阁一张，就一张，你也摕出来，看看，这张会使，会当换钱。当然不是这张换钱啦，这张会当做换钱的证明啦。去美国，这张所有机场拢会当通；去欧洲，拢会通，基本拢会通啊呢。你感觉很奇怪，会无？一定会奇怪啊！你袂感觉吗？因为读下来，你干那迄张中华民国迄张尔啦，迄张是假的啊！中华民国迄张，甲你做记号，你敢知？讲你做奴隶，你要相信无？你若迄张你摕出来，我甲你讲，中华民国迄张身份证，若有诶摕出来，摕出来，我甲你教你安怎看啦？你无查无要紧，你摕出来。你用做记号，你拢唔知影呢？
做记号，人伊拢免讲，甲你望一下，伊就讲你这个路咧，还是甲你讲啊，你这个是占领者，甲兵倒面，右上角，你甲注意看，遐有写字伫咧，你甲注意看，有号码有无？右上角，甲变过来，变过来。右上角，你家己看，用车车来看，有无？有无？你无定，即世人活遮久，到即摆才知影内底防做记号，你毋知影。你原来知影迄个号码，你举手，无半个。啊，你毋知影举手，啊，你知影这什么意思？你来看看，咱台湾人看外光头，身份证看做记号，你都搞不清楚啊。你有看到无？在哪？右上角，你画下，你嘛个拜托诶！啊，对哈、啊！我跟你讲，迄个号码，那是零零还是零零零的，拢是中国人占领起来。啊，零偌济，迄拢是咱奴隶啦。啊，你知无？你看咱难推倒啦。你唔相信哦？你回去哦，甲你的手机隔壁讲哦，你用做记号，你就搞不清楚啦。你身份证甲摕出来看。哦，有啊吼，有啊吼，那有看啊？有看无？有看无？各位，那一个零的拢是台湾人啊。啊对，啊两个零是三个零是中国人，三个零啊，你偌济？两个零是台湾人啊。你若有三粒零的，你就绝对中国人啊。台湾人啊。啊，你有感觉很奇怪吧？伊来甲你占领，伊拢不爱甲你讲，伊甲你占领，伊就直接讲甲你分别。啊，让你足戆的，啊，你戆家吼。拢去做伊替伊，恁台湾人足奇怪，台湾人肯做、死做、硬做，啊做咩创啥？做咩来缴税金？啊台湾人做甲要死，拢无好嘢，人迄免做诶，拢住伫地堡。连前因后生出来选举，三代公务人员，财产几啊百亿。你袂怨叹吗？你不会，你袂怨恨吗？你连怨恨的嘛？鼎鑫在中国做生意，回来台湾一港银都免开，马英九叫伊印债券，会当去买101，空手道呢，一港银都无开呢，佮家己回来吼印股票。来换钱，啊，换钱了，搁去买101换换的，即马甲卖掉，赚200亿税金，敢若交讲9亿多的税金，夭寿台湾人就是安尼，迄钱无去啊！啊，上届过分呢，是甲咱饲毒，饲狗呢，无怪刘太英讲，伊14岁孙啊中风，是食着油。你不能笑，咱在座身躯顶无定毛癌的细胞伫内底，你袂怨叹。饲狗呢，所以台湾人算赖命啦，逃袂死。我从那看南部种迄菜，有阵明仔载都要挂吼，伊照常今日喷农药。拢再去台北，伊讲反正台北拢中国城嘛，啊，遐中国人拢逃未死，嘿，但中国人逃未死，台湾人嘛逃未死，但台湾拢来钓癌落去啊！我甲你讲，台湾真正非常的不公平，因为台湾的地位，台湾人家己唔知，恁来遮，在台湾民主就是躺下。要读台湾的地位到底是什么？尤其少年呢，这若较少年呢，我爱甲恁讲，
你若好好去读《新台湾论》，后摆全世界拢会用迄本《新台湾论》来做世界上战争以后的所在的地位的证明。台湾人若要出脱，无第二条路啊！台湾人有拍拼无？有拍拼。台湾人有合作无？有合作。示威的时阵，50万人、100万人。行路行到要死，有效无？有效无？你拢无去行过街头哟？行几步敢有效？无效。你感觉去遐行慢，就过两工伊就去佚佗。你要行，互你去行；你爱行，互你行。互你行到脚断去，就无同款的功夫啦。抗议嘛无效，示威嘛无效。所以我们台湾人真的实在是那个文明实在是你要怎么说台湾的文明它不过是我们台湾人自己造成的很简单嘛，你就法律给创清楚，中华民国自然就离开。所以我跟你说，我相信6个月8个月以后台湾民众要执政。什么台湾民众有这么巴跟你说要执政，明天再跟你说。